梦到吃海鲜是什么意思？梦到吃海鲜，一方面表示你会遇到很多新鲜的事情，令你感到很高兴，另一方面可能预示着你所做的事情对你的身体健康有着很大的帮助，你可以继续做下去。梦见和别人一起吃海鲜，预示着在生活中你们的关系很好，相处得很愉快，可能是持续多年的老朋友。女性梦见吃海鲜，说明你就要遇到自己的意中人了，可以多去一些公共的场合，有利于你的恋情发展。